家好，我是郑超。大家好。我哋而家咧就会去一间茶记度食我哋嘅 lunch time。lunch time 系咩 ？brunch。brunch。我哋食 brunch。咁我哋而家咧就喺鹅颈桥啊，喺度鹅颈桥。打小忍。打小忍，打小忍头啊！所以呢度咧，不过咧而家唔系好多人嘅。咁我哋而家就沿住呢一个鹅颈桥咧去我哋嗰间茶记啦。好，我哋行先。好大声啊，啪啪声啊！啲婆婆打小忍打到，系喎，打到啪啪声啊，大佬！我都想打下小忍啊！大家都有共同敌人，冇错啊！共同敌人，打低共同敌人系好紧要啊！啊，收埋啲先，喂，收埋包先，应该呢度系冇错，冇错，企喺个路中心。企喺路中心苦危。呢个风向系啱嘅。风向系啱。风向系啱嘅。O K。系啦，跟住呢个争，一个街口，一个街口。我哋今日咧去嗰间茶店，其实有啲即系西式嘅 pasta 嘅，应该系一啲多国嘅 fusion 嘅嘢嚟嘅。你所谓嘅你暗良有良心嘅铺头，但系你嘢唔好食咧，真系好难。啱啊。我哋而家去咗叫做一間叫做 Cook Fever 嘅地方，咁之前其實咧我都嚟過一次噶啦，今次咧就第二次嚟再食嘅。咁有乜特別啊？呢間？呢間其實咧佢個 signature 咧係講慢煮嘅，即係 slow cooking 嘅嘢。咁我睇下今日做 lunch set menu 喺呢度啦。咁我哋細只啊，誒啲字比較細只，可以影下先。咁我幾中意呢度。我見到有安格斯啊。係啊，佢呢個 slow cook 安格斯係。真係我可以試安格斯，係啦，牛魔王，牛魔王冇錯，其實我都係牛魔王。得啲安格斯風門樓點二十，哇，好吸引喎！佢温泉蛋，係啊，佢個風門樓咧，佢話唔係好多地方有得食呢個風門樓。其實咩嚟㗎？風門樓真係好似唔知牛嘅，即係牛嘅一個部分，一個部分。OK， 第四呢個啦。毫無可能。其實我上次嚟咧就食過佢嗰個慢煮安格斯牛腹翼位嘅，咁今次咧就如果佢有呢個風門柳嘅話咧，其實我都想試呢個意粉，因為我上次係冇食嘅，意粉食咗三文，因為上次嗰個 menu 已經唔同咗啦。咁一係你試呢個咯，我揀第二個，我到時我撩你架牛嚟試下咪得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啦，我試過手撕豬，手撕豬啊！但係佢睇下先，佢有冇葱啊？煎絲應該就係啦。討厭食椒嘅小孩係唔食椒噶。唔緊要，有椒你咪俾曬我咯。啊得得，我食椒噶嘛。咁我哋飲咩？佢呢度都有啲。佢好得意喎！佢有自制，佢有甜品啦。有奶凍，再加20元，跟住有甜卡，甜卡係你有冇食過呢度啲甜品啊？甜品未試過，甜品未試過。咁我哋研究咗呢個啦。嗱，呢個咖啡啦，跟住有黑咖啡啦。嗯，就係咁啦。嗯。但係呢度啲嘢食個份量，你覺得多定少？我覺得份量 OK 噶。對於女仔嚟講，對於女仔 OK， 即係啱啱好，唔會太啱啱好，唔會太多，亦都唔太少。我上次咧食完嗰個三文治，覺得好飽，好滿足。我見到佢嗰份三文治咧，我好想食，因為好多牛喺入邊。你淨係見到成個包都係充斥住牛啦、牛啦、牛啦同牛，好過分。我上次食嗰三文治真係好過分，得好多牛喺裏邊。同埋佢呢度，我見你上次張相咧，佢嗰個兜咧，好似人哋藝文廳嗰啲。所以咧，啲藝中意藝文青嗰啲咧，不妨可以嚟呢度試試佢。好啦，我哋試得到嘢，得個40碼。呢個好細，呢個係温泉蛋。
慢煮牛肉意粉。係啊，咁你嗰個都嚟緊啦喎。罐裝粟米湯咧，佢係一定有落 cream 先至咁重味。係啦，同埋嗰啲粟米湯係一粒粒圓粒粟米嘅，呢只係 blend 曬。佢 blend 咗咯，係啊。同埋有一樣嘢就係佢好嘅，因為一般出邊煮嘅粟米湯咧，無論你係就咁圓粒粟米打散曬、打爛曬啦，第一佢會落 cream， 第二佢一定會落嘅雞粉。係，但係佢冇。它是沒有那種好像叫做味精東西在裡面，因為其實雞粉呢都是一些味精東西來的嘛，但是它這裡是沒有的，所以它這裡的東西是很好吃，它這個湯是真的我覺得很好，其實我真的很掛著上次的西蘭花湯，很好喝是沒有喝，因為粟米湯我覺得我很喜歡，你看它的樣子，這個 BB 多滿足我好了，我要你唔好食曬，我想問下。咁咧呢個牛肉意粉啦，咁頭先阿 Rachel 姐姐就話咧，就要撈埋成個温泉蛋一齊食先係最好食嘅。咁我哋而家就撈埋佢一齊食先。哇！
你似唔？你覺得似唔似一個温，即係嗰個蛋漿係一個肉癌啊？我乜都唔知道，我就知道咧好多嘅牛。唔係啊，你唔發覺嘅咩？你拎起一嚿牛啊，是但一嚿，係呢嚿會誇張啲，我覺得呢嚿誇張啲。你見唔見到佢厚度啊？係啊，佢呢度嘅厚度咧，絕對咧係好足聽嘅。你見唔見到呢度啲厚度係咧？即係同埋你頭先一開始割嘅頭，即係啱啱未撈嗰陣時啊，佢係同埋跨圍住噶嘛。你見出邊啲餐廳咧？是薄切的，是啊，所以它這裡呢是真的值回票價的，這兜是值票價的，它真的值回票價，這兜是真的值票價，它是童叟無欺的，但是現在它幾厚，對啊，很厚，絕對不一稱啊，這裡絕對不一稱，所以我很推介大家來吃它這一個色力，因為它這個慢煮牛肉這個真的是色力，但是它這個煮法的熟法是不是 medium raw？ Medium rare， medium 味道應該是 rare， 應該是 rare， 但是還好吃，因為如果去到 medium 的話應該是沒有那麼厲害，你去吃吧，那我先吃了它的牛肉，我實在太喜歡了，牛肉蒜香味，講感受啊！講感受啊！好濃啊！冇氣根，冇氣根，好濃。最緊要咩？好香肉味，肉味好重。我覺得佢個肉味比起西冷扒更重肉味，因為佢呢只係和牛嚟噶嘛，和牛嘅唔知咩嘛，頭先好你嘅，你嘅主菜到咗，唔該曬。係 ，sorry， 佢要搶一搶風先，俾個手撕豬腸先。係，咁佢呢個牛咧，其實我唔理佢係和牛定咩啦，咁佢用嗰個叫做風門。啊係啊，風門牛嗰個位置啊，佢呢個話呢個位置咧，其實係牛係比較特別啲位置，但係其實我又冇考究竟風門牛係個位置喺邊度。而家即刻幫你大陳一下。但係我覺得佢呢個風門牛嗰個位咧，佢個肉咧係好肉質好嫩滑，同埋佢冇乜即係好多脂肪嘅筋位咧，因為原來你西冷扒係好多筋位，同埋比較肥啲。咁但係佢呢個絕對你唔會覺得佢肥咯，食落口亦都唔覺得好牛。愛食嗦，咁我覺得係 very 好食。哇！我好難講佢個風門樓喺邊個位置喎？風門樓係牛嘅橫隔膜肌肉啊！每隻牛得一條嘅咋，所以好珍貴啊！同埋佢最重要就係佢嘅肉味會較重啦，同埋佢好少油啊，即係佢嘅脂肪比率啊好少啊，咁所以佢點解會咁濃嘅牛味就係咁解。意粉如何啊？我覺得意粉硬度啱啱好，唔會太辣，都唔會太辣。我覺得這個意粉呢，它黑椒味很重，很重黑椒味。哦，所以剛才姐姐說，我們會有些黑椒調味啊。對了，它的意粉是很重黑椒味，但是又不辣的。不過，意粉我覺得，略略是有些濃味一點，味道很濃，相對是濃味一點，但是如果你說吃完意粉再配一口牛肉，應該牛肉那個味道咧會突翻雲，因為其實佢個牛肉咧又唔係話真係醃到好鹹，好重味，所以其實個牛肉反而個味道偏淡厚少少，咁所以佢突翻一個比較濃翻少少嘅味道，咁就會咩翻啲牛肉。你之後食曬就再飲翻啖湯嘅時候咧，嗰啖湯嘅清淡會沖翻走嗰種濃味嘅感覺，所以我覺得係好好，呢個係好好嘅。我想睇下阿婆。我呢個係。
係用咗48个钟头慢煮嘅手撕豬啊嘅意粉啦，都係有隻温泉蛋喺度。好啦，哎呀，未住，我要打卡牛肉先。打卡最緊要咩？打卡牛肉。咁好。打卡。乜都打，最緊要打卡。最緊要打。你睇佢嘅，佢已經急不及待咁丟咗隻温泉蛋撈落。個蛋好似冇你咁急，咁冇咁澎湃。你頭先一篤開咧，啲蛋殼射個滾射出嚟。不喜歡吃番茄的小孩，不喜歡吃生番茄的小孩。不喜歡吃番茄的小孩。但係佢呢個豬咧。我成塊肉味咁樣黐埋我嘅，即係佢應該打嗰陣時，佢打得好夠。佢係一絲絲絲。係，因為通常打得好夠咧，佢先。哇！好香喎，你嗰個。我試少少肉碎。哇！超級香喎，點算啊？快啲食俾我睇下先。好似可以食豬肉。豬肉咧會有啲鹹嘅，因為佢可能要撈翻埋個粉食，少少濕濕嘅，但係佢有啲鹹。因為豬肉其實難煮菜，就係你一過咗個火咧，好容易鹹咗嘅。佢係有少少嗰種質地，你覺得有少少 overcook 咗？但是豬肉是不可以生的，豬肉不可以太生，所以它可能是豬肉是要全熟的，是不可以生的，是你要知道有些是可以剛剛熟未到 over 的，它是一點點的，但是黑椒味是很重，那你試完粉看看你是你喜歡吃的那種粉，是的，我也吃過，是有些青椒味，就是青紅椒，exactly青紅椒那些味，真的好像青紅椒，所以我覺得，我不知道為什麼，我覺得它可能醃的時候，即是你知道未撕之前，它會醃的，可能那段時間有少少青紅椒，我覺得有點味，你快點吃我的牛肉吧，牛肉？對不起，好好香，是不是好香？因為一般外面通常吃那些你聞是沒有牛味的，沒有的，即是證明它是普通的雪櫃拿出來的地方去弄那些，但這個聞到很香牛味，可以咬牛，是不是很嫩，是不是很淡淡，即是咬下去那陣牛肉味就嘣真的散出來了，我現在但它不硬，但又很咬，香口的好像很粒的，一塊很大的，你算剛才有多大的塊，但我現在好像是剛才一塊的兩倍尺寸的塊，我很後悔為什麼不吃這個，你這個牛魔王跟我一樣都是牛魔王，所以吃過呢是沒得回，即是你吃完這個呢，你想吃好味的牛呢，你會回轉頭來這裡吃咯，還有它又不是很貴，它這個價錢都我覺得接受的，這個價錢銅鑼灣來說這個價錢都可以接受，
牛冇得形容俾你聽，佢真係有幾正，自己嚟試。冇錯，真係要自己嚟試呢一個會試萬主豐門樓意粉。哇！好啦，咁我哋要準備開動咯噃，我哋要拜拜拜拜啦，拜拜。